近日微博上爆出一张路透照，是咱们大幂幂正在录制一档叫《真正男子汉二》的节目。照片中大幂幂穿着一身军装，比剪刀手微笑，显得清纯又可爱。殊不知大幂幂私下也是非常爱迷彩单品，并且说到迷彩，可是今年的时髦重头戏。秀场上迷彩裙、迷彩 T、迷彩外套齐上阵，这股迷妹风潮你跟不跟？幂幂近日在机场的私服也是很惹眼，迷彩短裙搭配银色球鞋，不仅显肤色白，还能使这身搭配看起来不会头重脚轻。Angelababy 迷彩外套配黑色 T 恤和小皮裙，脚踩小白鞋，青春帅气。夏天也要备一件时髦轻薄的外套，待在冷气房或者赶飞机的时候就能应对温差了。Baby 另外一身迷彩服时尚灵动，活力十足，把原本白皙的皮肤衬得更亮，黑色短皮裙露出修长美腿，这哪里是人妇，分明是超级无敌美少女战士。唐嫣这一身一改平日甜美形象，内搭绿色工装，外穿迷彩服黑色皮靴，再配上墨镜，简直帅气逼人。赵丽颖把迷彩服都能穿出萌萌的感觉也是没谁了，反戴的棒球帽更添俏皮。刘雯大表姐不愧是超模，混搭风玩的也是溜，迷彩服搭吊带纱裙帆布鞋，性感迷人又运动气息十足。陈乔恩干练马尾，一身迷彩服，手拿飞镖，能杀死人的眼神，透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教主的霸气。宋佳用一件印花卫衣搭配迷彩短裙，这套深色系的搭配看起来就是酷酷的呢。